咱这庄家囡仔吼，做事咧拢看到这拢做感觉吼，诶，这一家的温饱够吃了。太平买烟厂哦，见证一段很重要的历史，尤其是产业文化。的历史，我们把这个烟草产业文化把它保存，而且发扬光大。好，再点一点，林太太写写了怎样，真的可以看到烟草。我们除了当然烟草演艺馆，也有艺文展示区。哦，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农市集，过去有一个世界有名的啦，陈廷思，哦，这个人啊，这不得了人才，伊的铁雕、伊的版画、伊的创作，诶，这些真侪啊，艺术的这个作品，在世界的评价是很高，所以结合那个陈廷思的这个的作品，人家展。Oh.